观照太阳另一个生物质了。你六物内行就是客观存在，是不是与经络有关系？这是别的看法。这个这是个看人家挺平常的事儿，就很大的事情。一搞到经络上了，那么自然而然的，这个疾病的认识啊，就出了问题了。运动那个经络，它根本就是与他的说的就是不是一致。他这个书首先它是标题相传，有表。穿半条半里，有半条半里，再穿里，或者有表直接穿里。所以咱们讲这个太阳病，有太阳阳明病病，有太阳少阳病病，有少阳阳明病病，没有阳明太阳病病的，先见阳明后见太阳没有。他是标题性的，内经他不是了。内经来的说怎么呢？他最交流经，他外经络内上什么？都有经络，经络都是表。你看看这东西，你就没法说了，是吗？我们读完这书，读完了，你好好看看是不是？不是的。所以这个经络就是不对。你看看他注言也是的，阳明也有表证的。太阴也有表证，没有没表证的。我们现在遇到这种表证，你说他是哪？他这个错误从哪来的呢？就从我们这个认识。他六个内行，他跟那个经络，这是很有关系，很有关系我们甚至于让他搞这个太阳病就像逆行，他也没明白这个地方，他没法明白。因为这个伤寒部分，这个关系大。这个伤寒部分这就是，所以咱们就是这个一般的对这个中医的认识啊，就说有风邪，有寒邪，在哪里？在腰。这都对中医这个发展呢，就起这么一大问题。什么问题？说是这个有风邪的一个四肢中风的这个药都是除风药，是寒邪在那四肢太阳伤寒的药就叫伤寒的药。他不但把这病的认识搞错了，连这药物都搞错了，你可知道？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桂枝是祛风邪吗？你这心肝病也用它吗？那当然不是祛风邪呀，是不是？可是这个风邪、寒邪之说，这就把那个伤寒给入定了。说是这个邪是由表来的，就是说入风来热来了，寒跑热来了，就把那个输入定了。要没有这个，文明没有的。文明你不能说是风邪了、寒邪了，风邪寒邪只是在热，这个热就得出水外面跑，这都是一个主观的这个随便设想啊！你得好好想想这个，所以就由这个中风、伤寒这两个字起。所以我们这个想不方的方法来了这是有口鼻气度的，那也是邪来的呢。所以咱们治这个治这个温病啊，也是有你看那个什么一同搞的，又有暑温，又有清温，又有春温，那个不能温，还分了多少这东西啊。现在所以中医这么样子搞起来了，整个理论那就是歪曲，这些东西始终就是不行，越搞越离开这个事实了，这是不对的。这个命是不是上面讲的讲了？那开始发热可不寒的微温病就说他跟太阳病比较，你看太阳病他中风
伤寒，他都说太阳中风，太阳伤寒。这个太伤寒中风，他不说病，那是这样的。这个病，他这个一个太阳就是单独的一种病啊。他说体温病呢，他不说是太阳温啊，这个中温了，或者是发温了，他不说这个，他都温病。这温病就与太阳病对立的东西。温病发热而渴不入寒，这个渴在这个书上全是里热。你刚讲太阴病，下利不可热使太阴，可热下利，你热利，他用这个啊，白头翁汤，这等都讲过的东西。那他这温病发热而渴不入寒，说明是里热了。是什么？你到阳明天没有病的，阳明外动运和啊。先热汗略出，不很淡的热。这个温病啊，在太阳天的体呢，在阳明病里就是一个阳明的外症。阳明外症怎么治？不就是白虎汤啊？那么他在太阳天的体里也很好，发汗不行，发汗就要转成风温，下热不行。啊，用活动不行。那么用什么办法呢？只有清热一个办法吧。因为他没明说，但是他这个书里头全包含了。你看后头这个诸多池塘啊，你像这个山黄泻心的、大黄泻心的，白虎汤、白虎加仁，这你不是治热的。那么真要是把它掌握好了，一样治温病了，有什么不能治温病？所以这个呢，这个看法的错误，这个啊，我说这个伤寒中风这两个字啊，这个是外药的人。可现在我们要拿那个症型可以的，这太阳病有这么两种症型，一种发热汗出不风的，一种发热无汗脉浮紧，这个呢叫做伤寒。这里就是两个症型，没有这个风邪寒邪之说。所以这样的来讲，这个中医的发展呢，就是现在这个理论，这是很重要的事儿啊。就是我们讲这个，所以我们读这个书也是一样的，有些是很对的啊。那么在这个不利方面，我们要必须要掌握，不然的话你不会用。那么这个对这个认识，你看对于这么两个类型，它也是跟几个叫中风，几个叫伤寒。那古人呢，那都得给古人当养护，他是个错认识了，他就认为风邪寒邪，这跟哪根本哪来的？就跟这伤寒病来的，就是咱们现在说伤寒寒。那古人认为这个伤寒呢，就是伤于寒。这个你看那个《伤寒论》，那个时候就有那个成语那本，他图上有个《伤寒论》，我就是王孟和做的，就是寒力之气啊，就是冬伤于寒嘛啊。要是春发的叫春温，中年的还是这个邪的啊，这个寒气在里头呢。这个东西啊，这根本就是都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呢，也在研究这个啊，我们假设要是这个，当然这个时候这个伤寒不是一个狭义的，是广义的，泛指热病也叫伤寒。那么如果要拿常伤寒来看待的，那你就不能用西医方了。人家说是这个伤寒感觉，你还说不是，那还是非得说寒邪不可。所以这个你证明你不对就是不对啊，
就是我们对研究这个书啊应试的态度。就我认为一个从研究经济的人，我应该有这种正确态度，不能够说是他不对的，还得说一说他是对的，下一步就是瞎说啊。人家说这个啊，胜负无常，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道说明什么啊。脾，脾现在它不是一个消化系统，咱们说的脾是消化系统，咱们说的脾不是那个脾啊，这就是瞎打掩护，你这个理论老搞不出来。回头呢，我们再研究了这个六情究竟是什么。还得从这个八纲来说起啊，这个八纲今天我要聊说一说。我们先翻开，我也说了，他首先要认识病位。这个病位，这个说说这个表啊，就是体表这个表，这个表就是咱们认识一个虚窍，就是由这个皮肤在里头，就是肌肉。在里头就是筋骨，就是皮肤、肌肉、筋骨所组成这个就是体表，就在人的最外头嘛。那么如果疾病反应到这个病位上，就叫做表症。这个里呢，它就是在人的肌里头，肌里头就是这个消化管道啊。由这个大小肠胃所组成的消化管道，那么疾病啊，集中反映到这里头，那就叫里症。那半表半里呢，就是里之外，表之内，那全是，就是咱们现在最容易提出的一个抽象的说法，就是胸腹腔结，胸腔、腹腔。这两个大箱子里头全是，就是我们一切脏腑，随着脑随耳外都在这里头，啊，这就叫半表半里，它是这个样子。这就先出这个表里半表半里，我们说这个八纲的，它其实九个，它这半表半里啊，它古人家它包含在表里里头了。那么这个半里就是阴阳。这个阴阳啊，这个咱们说阴症阳症，不是咱们胸腔辩证所说那个阴虚阳虚那个阴阳，不是的啊。他专家都是搞那个说，他说的阴阳指的性，阴性阳性。那么这东西阴阳论上呢，就是一个啊太过一个对阴阳两个方面。就是人有什么病呢，你这个身体机能要有改变的，你一定的，尤其这个代谢机能首先改变啊。这个改变，这个机能的改变呢，它只是两个途径，一个就是比这个健康人太过了，一个就是比健康人不够了，不及了。现在咱们这个连症候带脉全是这样，就是太过不及。那么太过呢，它反映这个症候吧，它也相应要有这个发阳的兴奋的亢进的这一套反映出来，这里叫阳性症。反的呢，它叫沉衰的抑郁症的，他不能不反应，他抑郁症啊。我们这一类的症候呢，就叫做阴性症。所以这个有了疾病的这个机能上要发生两方面变化，所以这个病啊千变万化，但是不管是阴阳两大类，它不为阴变为阳，也不为阴也不为阳，你们没病。你这个这个生理机能蛮好嘛，哪也没有太过的，哪有没有不及的，那不是正好吗？那就没病。像你们量血压也是一样的，看你高看你低，又高不低，
就是没病，有了就有了，不是太过就是不急，所以不是饮，就是凉，就是凉头凉。阴阳不中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现象，它要变，就是寒热虚实。我今天这么寥寥的说一说，那这个寒和虚都是不急，也都不急，都属于阴之类。热和湿都属于太过呀，也都属于阳之类。那阳之中有些特殊的阴阳性，在辩证上与治疗是有关系的，也要变。生命一种是热性的，一种是湿性的。这个湿，咱们知道，对于身体所处的呢，就是虚。反倒寒地，那就是湿吧。虚寒与这个热湿它是对待，可是这四种呢，都是同属于阴阳的。所以我们在阳症里头，它这个属性也有的吧？有阳热、阳湿，阳湿有阴热，叫阳湿热，也有种阳虚的。阳症也是虚症，但是它有热。也叫虚热症嘛，你阴症它也是一样，所以只能有两大类。那么在这个症状上、症情、病情上说，只有阴阳两大类，这里头还得分。我们这个病情呢，就是反映到表里、半表、半里，和阴和阳六类，这是六个类型。这六类型里头，你看他还老说属阴阳的，属阴热的，这他得属那个常学呀那么在这一上，你还得分析寒热虚实。所以我们这个六经啊，只是表里阴阳有了，但是寒热虚实呢，在这个阳性里头，你还要。阳性是一般的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热与湿。那么在阴症里头呢你还要再变虚寒。换言之，我们这个六经里头，张景那个书，他既变这个六经，是不是也要变八大？要不阴阳有了，你在变寒热虚实八大这个都具备了。那么在这个阴阳寒热虚实，这可以说出了一种这个治疗的法则了。像咱们太阳病吧，太阳病肝发汗，这就是太阳病的一个治疗的法则了，也可以叫做治则。我们热呢，热就得用寒药，寒就得用热药，是吧？虚得补，湿得补，这都是治则。他这个六经以至于寒热虚实，这个治则的书就随便一看都看得出来。可只有治则不能治病。你刚才说这个太阳病，太阳病那治则一般也就做到地方寒，那什么样的地方寒呢？那还得具体的知识，具体分析，还得到发病。所以他那个辩证呢，在这个时是这样的：先辩六经，六经这里有它的固定的类型，然后再分析寒热虚实。在这个时候，这个当代的看病看到这样，心里都有数，他知道用哪一种法子来治疗这个病。应该用什么方药，还要进一步注意，那就变方症，就这个属于咱们这套东西。那我们现在要问这么一句话了，那么究竟是中医这套辩证的方法，那么它是怎么个方法呢？治愈什么病，这个我们值得研究。这个我想中医啊，搞了这些年还没人来这上面要解释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就要
于这个八两不入锁就拿六零锁，这六个类型，这都是呢犯有疾病，他这个病例呢不出乎这个标准半导半点，就是古人一种结论，这个病例的反应呢不出于表里和半导半点，这个病情呢不出于这两两单位，这个病型呢不出于这么三阴三阳，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炒作呢？这东西究竟是指的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八纲六经就是万有疾病的一般用语，一般的那不是什么特殊的，你像咱们说太阳病，太阳病是什么病呢？什么病也不是，可是什么病都可以有它，它是一般的呢，就是一般的症，它不是什么病，就是一般的症。凡是一个病要有这个症，中医就用这个方法来治疗，没有错，这个是很说明问题了啊。所以中医这个治病的方法呀，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辩证论治了，就等于咱们的认识，它就是在疾病不管它干什么，就是在这个疾病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中医是这么个基础，在这个疾病呢它有一般的规律，在这个基础上而讲究疾病的通治方法，也可以叫打法，对不对啊？叫方法通治一般疾病，这个挺妙的。什么叫通治呢？你看咱们拿一个方子，这是很大家都可以有这体会，治很多疾病，一个病你还不能固定一个方子，你跟他太阳病说啊，你无论文本也好，伤寒也好啊，这个你其他的各种疾病，只要发生太阳病，如果他是归咎的，不是归咎犯，什么病都治，不但这个症状消除，他的基本的病也是好的，就咱们的临床不就这样吗？所以中医治病啊，这个主要的精神就在疾病一般的规律这个基础上而治一般的疾病，通过一个方法，它就是这个治病的方法是这一套，这个非常重要。那西医现在它这个非常进步了，但是在疾病一般的规律它做到，我看过他们这个病理生理，研究病理生理，它也属于咱们研究这个疾病的一般的规律，他解决一般的病理解释还挺好的，自然发病的原因不同啊，形式不同，他有一般的规律反应。可是西医的这个是他认识，可在这个上治疗一般的病呢，他还没有。所以中医古人这个通过这个临床这种实验，他搞这套东西非常成功。所以中医这个很重要，所以中医你要是搞科研，你一个拿一个病人来固定用一个方子，根本就不成立。中医不是的，它一般的规律上是一般的病。你看用那个柴胡汤啊，你只是像柴胡汤的，我就用小柴胡汤没问题的，但是不先用的有害无益。中医是这套东西，可是这又说不得，在一般规律上怎么能是一般的疾病呢？我们再追究这个，中医有一句话最好，就是正邪皆不正的，咱们有书也是，你以为也是。中医认为人这个人体也对于疾病了，
虽然不等于他病人，他老是动手，老是正邪交错，自食也得吃的呀。人体要没有这么一套的这个联盟呢，那么就全面死死啊。他这么一个病人，对外界的事情他非常有一种这个抗拒的方法。你看咱们要说有一种这个传染病，它不是没有传染的，顶裂和传染病的死的人还是少数啊。他那个没感染的人，他不是他没接触的，他的身体的抵抗力什么，抵抗力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对这个外来的东西它能有抵制，那都是正邪交的。那么有了病了，他还跟他交的。你看咱们讲那个表面的，跟太阳病好好分析，它就是正一些交通的地点。什么叫交通法呢？就打算出汗，丁丁丁说的，你们看看这什么那个阴阳表那一段挺好说的啊，进邪气交通骨肉啊。我记得我讲述过阴的那一段，他就想在体表以发汗的这种办法的疾病是体表排出。那么这个理论呢，他就想用理把它排出，为了痛苦的下这个半表半里呢，就想借这个半表半里各种脏器的关系而把它排出，有呼吸器呀、泌尿器呀啊等等的吧。那么这个就限于人的这个自然结构啊，对于这个疾病的这个斗争这个方式啊，也只有这么几种，不限于自然。这个人体万人相同，所以这个正与邪斗争啊，离不开这几个方位，所以就固定了一定的定位。所以这定位哪来的呢？这主要的还是咱们这个死，正邪交争啊，这个集体的本身还是个主导地位，他哪能从这一方面解除疾病？或者从那一方面，除了这儿外没有了，他限于这个生理面、生理这个自然的结构。可是就把这个病位固定了，病位固定了，如果机能亢进，他就阳性症；机能全衰，他就出来这个阴性症。这六经啊，这六类型是死，只要是疾病存在，这个机体就斗争。急不斗争，他就不出现寒梅。所以我们在一个疾病全过程里头，这种六经八脏的反应始终不会离去，而且死毒也不会超出这寒梅。我们再拿这个治则，根据这个我刚才讲这个啊六经八脏这个生成的这个来历，我们还可以理解一个问题。就是中医这条辩证实质啊，正是适应人体那个机制啊，抗病的机制，而使它达到目的。你看他这个表证吧，他越发汗，发不出虚汗，所以脉浮头量强弱而无汗，这种表面这个虫刺体液的那个疾病都显出来了。中医啊，他不是就是那他四个结论，那这你发汗就好了。可是这个发汗你正达到那个机体那个机理要求，所以中医的东西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又说了，你看这个，那么他出汗呢，病还不好，怎么回事呢？这就像他这个中风，那不是这样的。他本来的治汗除，那么达到汗除的病还不好，这个内经也有啊。就说这个
汗出而血流，这就是我们这个基因啊，力量达不到，不是他不得汗出。你像我们说那个太阳伤寒，他机能达到了，他就是出不来汗。你一开气骤里一样的出点汗，这血出去就好了。这个柱状症虽然出汗了，但是它就是精气虚嘛。这男的一年的话就精气虚啊，这他的体质也是的。什么叫精气啊？那古人要这个人体要想出汗，它就是用元气啊。这骨气古人叫做精气，既是精神养人之气的。虽然出汗的，因为精气这个脾和量它不均虚泄，反倒出毛病了。汗是往外跑了，邪还趁虚而入里头来的。全面，我只能这个参考。
那么怎么练呢？是成功的人吗？有什么办法？他那个时候呢，也许是学习，你比方说技表正好练，理正好练，除去表里呢，那不都是办法吗？你是我们那边朋友也是天天用这个法子，就是不是用发汗的方法治疗这个病，也不是用温毒和一个是吐下的这种病，这就是标准都没了，视频看你都是半条半里，这个半条半里要是反应病是阳性的，那就上阳病，反应阴性的那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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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够了，所以这个半条半里这个你看这个军人命他只是四条，他也没相对说，没法说。你们那个上阳病也是就是口服阳丹啊，他就来参众的说的清楚，他这个事实不可能。这个地方啊，他牵连到这么些的藏民书啊，这个地方要有这个假设，这个地方要有一种气氛，无论是啊，是有的人这个啊有病，他最容易涉及到其他的战情，所以你像那个用些赫的这个也不行啊，那也不够皮啊，赫的那你干嘛都还有这么些，所以没有法子。我们只能够在临床上啊，第一个这个标准也是好变的，你像咱们说感冒这条东西都是太阳病，如果人虚衰脉微细，这都属于少阴病啊。那么这个魏大师这一套啊，不大便啊，大便不出来，所以说是止热，就像白虎汤这，这都是属于阳明病的。腹痛下痢啊，虚寒带毒这套东西都属于太阴病。那么这个表里好便，出去表里都是半条命。所以这个便动啊，也并不难的，只是他这个书啊，主要的就是一六经的分篇，它就是这个。可是，在这个少阳里头，在这个军人里头都不够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但是呢，这个因为我是搞这些，我也曾经积累一些这些经验。对于少阳病，的确是变化是千差万别。你拿不出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啊一个特征。只是什么呢？只是啊，先变标理，这你们长了用不着特意变。那人家的病号呢，一看就知道啊，他一说就清楚了。他这那标理很容易嘛，你看这个那都是那个，在半道半里的翻译上就相当的多。今天咱们就是聊聊这瞎聊，主要都是。这个火人命啊，古人给起名这火呢，就是病是暴来啊，那个挥火缭乱嘛，下吐下泻这类的病，这是个急性伤寒病，这大家都知道。我这就没有经验，我7007遇到过三次。现在就病少了，可是这个也要知道，这个病还是在这个乡村有时候还是有。为了病入火烂者说，答曰：呕吐而利此名火烂。这个什么叫做火烂呢？那主要的就是上吐下泻啊。那么这个也论是伤寒，还是它是表里一气病啊？但是
这个上吐下泻这个相当烈的，这个病死人快的，啊，一脱水就死了。那么这个他只是提出这个上吐下泻，他并没说明这个病的详细情况，这底下第二页说的清楚了，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火乱。火乱自通下，由利子服更发热也。那么这个就是从上头那一节详细其症，就对火乱这个病症啊，有详细说一下的。那么这个病的出作呀，像一般的这个啊，这个、外感伤寒一样，也发热、头痛、身疼、恶寒，但是同时呢，它有吐利、上吐下泻，所以这个表里一起来，那么这个所以管叫做啊火乱。这个火乱呢，它是自吐下，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它的病一来就是自吐自利。那么它吐下，有时候也就不吐不下了，就是无可吐下，到那么个地步，它就是下利，喝吐也止。但是呢，要如果病不是好的样子，它还是更发热呀，啊，那就像就有这么一句话了，说心是火乱，心是伤寒。这火乱过去了，后来就那是伤寒的病啊，不是好。要是真正要是好呢，它还不是这样。所以这个病跟我们讲那个伤寒论讲座也有关系的，他这个是暴吐暴下，就是你胃肠里头纯粹的就是一个啊所谓那个痛啊痛泻那个样子，所以谁有表症也要治疗就医，不能够管这个表症，不要拿这个当的太阳阳明合命，一吃温汤就坏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的寒药啊，有这么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咳而下利，小便出利，咳而下利，咳又下利，就说明怎么的上去水分了，回的是小便频利数，这都不能发了。我们说那个太阳阳明合并啊，它只是有表症，但是它下利而已，它不是没丧失津液，它不是那么渴。真正要是我们遇到那种渴，又下利又吐，这个千万不要跟那个太阳合并用个温汤又加半夏，那更不行了。所以这个说表就理了。它这个下地太烈了，就是人身上这个水分马上就是没有。第三条，伤寒其脉微涩者，本是火来，今是伤寒。却四五至阴经上转入阴地利，这是一节啊。这个伤寒呢，其脉微涩，微涩就是那个津液虚，津液血液聚不住的样子。这是什么道理呢？伤寒怎么这样子呢？由于它本是火乱呐，
含义。那么这是呢啊，胡希恕伤寒是呕吐下利止啊，这就跟你上一节说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啊、现在只剩一般伤寒的这种情况了。那么这个呀不是好现象，但是好这样慢慢的就是啊大便干了就好了，这个确实是阴经上，这只是这个伤寒说了。那么这个他是当时如何下利了啊，吐利了，所以他吐利不止了。那么才到了四五天，那么到了阴经上，不是到啊，所以伤寒传淋的时候，那么他还要下利呢啊，还要避孕，这个后头有怎么治疗是有的，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呢，就是时中不利的，就是好了。本呕吐下利者，啊，不可治也。他说以前呢就是呕吐下利的，妥了。那么现在你只是脉微涩而不下利了，可是脉微涩没这么长，你可知道吧？啊，他说这个下后太虚了，这样子你要好好观察。他本来是火热的呕吐下利，现在这是应该的，这个脉微涩这是应该的啊，他要逐渐恢复的，不要下治，不可治也。这个你看，这心下六五这可不行。欲食大便而反失气，这底下这都是接着这句话。他要大便，但是而反失气，影不利了。虽然转失气啊，就像拉似的，可是还是不利啊。此属阳明呀，这是属于胃气恢复那个样子，属于胃啊。这个阳明是指胃说的，不是阳明说的。便必应啊，这是胃气恢复啊，这所以这个津液还是不那么充足了，所以脉微涩。但是以后脉满的大便，它要硬了。十三日愈，这都是药疗指的。一般说都是十三十日就要好了。那古人这样解释，为什么十三日好呢？啊，这是精进故也。啊，六日一个循环嘛，十二日两周，啊，那么到第十三天又该啊专属阳明了，所以这个。气数一起恢复了，到这一天他一定要好的，这是古人的看法，其实这个没什么大意思。那么说是这个病啊，这个阳明病，那是阳明病了，这个火热病就是下利止，那要是如果是好的样子，尽管期待我跟你说啊，这个慢慢的恢复的，恢复得多少天呢？一般是十二三天啊。这就是说不可治，这个这是这一点是两个意思。头一个不是好样，虽然暂时止了，他以后就变成一个虚寒下利，那还是很严重啊。第二个呢，干脆他是好了，可是这个脉呢还是萎缩，这个可不要胡治啊，此若要更不行。那么这个你看看情况，他这个逐渐胃气恢复，大便硬，就是关键好。为什么大便硬啊？津液上升太多了，他不像一般那个闹肚子啊，闹肚子，比如说闹肚子吧，他一点点大便成型，这个他不是的。这个上次水分太多，这个胃肠里头没有什么东西了，
所以他这个有史书的是单的，所以也是火人的一个特殊情况。跟英文的要两条的，第四条，下令以后，便当令，应者能死者矣，今然不能死，到后经中可能死。不过一节能死，过度一日当愈，不愈者不属阳明也。这个也就是在这个这是根据这个第上面这一条的第二部分，就是火人的已经不吐不下了，脉不射，逐渐大便要硬，所以下令以后当便硬了，这只是这个火人的。那是硬的，那是胃气回足了，硬者能死者啊，这个胃气完全恢复。经常不能死，因为这个大吐大下之后，我这个胃气也是虚，大便可是硬，但是他不能吃东西。到后经中可能是，你还要观察观察。就是头六天不能吃东西，转入后经了，哎，他就慢慢能吃东西了，就是胃气在那时候的恢复了，这也没问题了。那么在后经中，这一经就是一个六天都好，那么到第十三天也一定要好的啊，过之一日当愈。如果过这一日啊还不好。还不好呢，就是能吃，但是病是不好的，还是拉皮屎呢，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不属阳明的，你不要看着胃气恢复了，这老不治也不行，这个时候就要随症治治了。有话是没说，这个经历是早的，一般要是大便硬的，果然是可好的。也有的丧失水分太多那么肠胃一时这个虽然能食大便食中不同的事儿也有的，这个根据当时的情形但是用这个生理上的机会很少，这个也就是用这个咱们说的立间倒的法子啊，回头用这个麻子油丸给你的总是要少的用这个供托药才好呢。第一点，伤寒脉微而浮力，这就是称之的那个上面那个第三节，转阴经闭力那一节，这是称的那一节说的。我上来说嘛，后头有字法就指着这一节说的。他说呀，先是呕吐下力，后来呕吐下力止了。可是脉又没流射那么转入阴经它又下力了，就是那节说的。所以这一节的开始就说物寒脉为而浮力，力死往血也，是逆加日循环组织。这个例子呢，只是不是它这有例子呢，这是指的这个火人病呕吐下痢那个吐粒子，那个粒子不是病好呢，往血液、往津液、往血液到家了，这个体液尽量
汪直呢，他就是没有什么可下可吐的了，所以呢，吐的是正直的。那么这一次，恶寒脉为而复利，就是那个例子之后又转入阴症，这恶寒脉为而复利嘛，啊，你看他不发烧，这就是咱们讲这个太阴病这种下地了。人体那个吐力的所以值不是病好，是亡血液、亡精液、亡血液的关系啊。那么这回他用浮力啊，恶寒脉为而浮力，这就用四逆加人参汤。为什么用四逆加人参汤呢？他这个阴寒下地本来是用四逆的，由于亡血他精液丧失太多了，加人参健胃益气。咱们知道人参益气，益什么气？就是滋精液。咱们说中气，中气就是脾胃之气了。那么得恢复胃，胃气恢复了，才能补骨气而生津液，要不哪来的津液？所以这一关呢，这个注家就是，尤其这医中军舰，这个太原的人就是瞎胡闹。他一看王雪，王雪怎么还用辛温热药呢？这病啊，咱们讲那个，三更天大概明白了，这个没有用的，所谓感寒滋阴的，没有那么用的。你用了就完了，他的胃气不恢复啊，你津液没有，你怎恢复那个胃气就可这化无生津嘛，没有胃气你津液哪来呢？所以这个时候一路津液还那么高呢，你要看看他那个注解就知道了。血也不对，是王阳给瞎盖乱七八糟的胡说八道。这就是跟那一条，就是形势火乱，金势伤寒，是吧？这是土地子。那么确实五日呢，子了几天转入阴经，有下力，就是这个而复力。那么那个火乱子那一天呢，就是这个例子。为什么例子？由于王血，它是个道上劲儿，这叫四逆汤加人参。咱们说是那个阴寒下力啊。脉为入厥，或者是手入厥的，用下逆清入，这都是用四逆汤喽。但是由于津液一性亡失太多，所以加人参。接着人参的下方和那个白胡汤加人参一样，白胡汤加人参它是在那个白胡汤的这个热的基础上。津液丧失了，所以叫翻膈大翻膈阴云欲阴水速生，你非加人参不可那也不能搁滋阴药。这个也是一样，阴寒真正的人身上这个体液丧失太多，也得加人参。那么这个方子呢，就是四逆汤加一个人参，所以它是四逆汤针那么另外呢，就是津虚血少
第六，火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毒闻饮水热五苓山竹汁，寒毒毒用水热吕中丸竹汁。那么这个就是根据那个第二条，就是这个火乱的出来啊，它也是头痛发热身疼痛。如果它遇饮水渴的厉害啊，似渴的都是胃有热的，这时候他说的热毒，不是这儿外另有什么热，不是的，就是遇饮水的这就是可见是热毒。这个可以用五苓散啊，这五苓散一方面解表啊，分解这个水了，这个水一分解开，这个土里也就好了。寒毒不用水了，一来里头就虚就生寒了啊，一点水不想喝。虽然也头痛发热身疼痛，应该舍掉就离啊，用理中它。理中丸不如理中它，它这个理中丸还是用理中它好。所以啊，一样病是得辨证的，对这个那么古人说的多热多寒啊，就看它渴不渴。它渴的遇饮水啊，说明这个热多，这种五苓散是没问题的。我看的南医书的，不是北京在，大概在锦的时候啊，也不是在什么时候，这个朝代我记不清了。大医呀、啊，就是闹这个苦力了啊，就是。